你过来一下。有事。哎，没有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哥哥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摸摸摸。哎呦，您为什么那么好？您三只为什么那么激动？啊，九九，你上当了，你太重了。好，因为我手上有解压骨了。啊，来来，等下，你戴解压骨。九九，你很重啊，你赶紧下去，去一下，来，我摸一下，坐好，您三只先坐好。对，啊，这就是你最受欢迎的时刻，就是这个时候了。好了，等一下、哦，解压骨谁要吃？谁要吃？来，我摸一下，摸，哎呦，摸，哎呦，谁用抢的？来，我放在手里面，来，一二三，加油，赶快去，好痛，哎呦，多多抢到了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两个，哎呦，我九九用舌头，啊，大大你呢？哦，大大也是用舌头，哎呦，好，哇，结束了。啊，今天这一集呢，告诉大家，这是我平常在保养我的手呢，就是用这样子的保养方式哈，这个叫做解压骨保养法。啊，只要将你的手中握着解压骨呢，然后放在狗狗的面前呢，你手上就会有满满的这个叫保养液啦哦，这个是我们直接精粹出来的科技的保养液哦。你看我的手呢，整个充满了光泽，亮晶晶，有没有？好了，那今天呢，简短的科技保养文呢，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啊，没有了哦，没有了，你们不要看啊，不啦。好，拜拜。